藕粉冲法，里面先放一点冷水，然后加个藕粉，咱们放三勺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，再放一勺吧。然后加入刚烧开的热水，冲成这种透明状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加点红糖，加点水，藕粉本身会有一点点甜，因为我喜欢吃甜一点的，所以加了点红糖。然后加完红糖，它看着也比较有食欲。老面包，闻着可香了。